是迄今为止速度最快的火山喷发。现在这里被改造成了主题公园。天王早昆凌主演的灾难动作片，电影中饰演年轻地质学家，为了研发火山监测系统，展开一连串惊险冒险。周董则惊喜宣布自己跨刀创作电影主题曲，po文搭配昆凌的电影角色海报力挺，宠妻无极限。太太在底下俏皮留言，打了一只老虎图案和 you 表示爱你。而周杰伦都是回应，这是什么年轻人网络用语？两人高调互动，闪瞎众人。传儿子 Romeo 和老公互动的萌影片，对着镜头比出胜利手势，身体微微扭一下，模仿爸爸的招牌动作。穿着父子装、牛仔服饰、毛毛和墨镜，粉丝纷纷留言 ：Romeo 是瘦版的周杰伦，可爱的亲子早餐时光逗了不少网友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